我们来去观看一下，我们这边是不是有很多的标题一，很多标题一，可是哦，它不会把所有这些标题一都选到。你看哦，这个标题一，这个标题工作管理效率提升篇，它希望放在这个地方开始，因为它是第二章的一章开始，应该是要放在一个新的一页，而不应该是承接那个第一章的最后面。像这个是不是第三章的一章开始，会议管理篇，他就希望是放在这个地方来开始，所以他会遇到第一个问题，他就先好希望学会如何选到所有的标题一。如何选到所有的标题一呢？将游标随便落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。好，你看在这个地方常用样式，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个内容这个段落设为标题一？所以既然是在这边设定标题一，当我们想要再去做选取或者是设定，应该也都是在这里面操作，所以对着它滑鼠右键点选，这边是不是有一个叫做更新标题一以符合选取范围，还有什么，还有这边全选，你看一下哦，当我现在是不是选到这一个会议管理篇，我们去看一下哦，去看一下，这个地方，假设我们今天拉到电子邮件管，我们拉到最前面好了，最前面，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全选的意思就是把所有标题一都选取起来，可以吗？我现在不能点这边，可是至少第一个是不是成功简报关键篇？是不是有选举起来？我们再去看最下面好了，看最下面。哦，你看这边高校文件制作篇，高校文件制作篇是不是也被我们选举起来了？它的意思就是这个全选就是把所有标题一都选举起来，好吧？我们来做这个，你可能会比较有感觉。现在我们是不是落到任何一个标题二，随便一个标题二哦？然后滑鼠右键当然要修改选取，也都是点标题二，用右键点它。这边有一个选取相同设定40个，你看所有的标题二是不是都被我选到了？好，所以这样会选那个相同属性相同层级的段落，例如说你可以选到所有的标题一，或选到所有的标题二。那我现在我就举一个很简单的应用情境，就是说假设我今天哦，我希望所有的标题一都是从什么一个页的一刚开始处来呈现。那我们来看看，就是假设这个是不是也是标题一？这个标题一我不希望它接在就是第一个标题一所有内容的下面，而应该要落在一个新的一页开始。怎么做到这件事情呢？滑鼠右键点选常用底下样式标题一，滑鼠右键点它，然后点选什么？点选这边有一个叫做修改。然后接下来在格式里面，好，蛮特殊的，里面有一个段落。为什么选段落？因为我会希望这整个这个段落前面它就要直接分页。好，所以点选这个格式底下的段落，然后接下来
我们来去看一下这边是不是有分页的设定。分页设定，请勾这个段落前分页。段落前分页，点选这个段落前分页之后，点确定。确定，我们来去看一下，你看这个地方是不是就直接跳到下一页开始了？有看到哦？那这一个呢？点它，是不是也是从一个新的一页开始了？因为我是在这边修改，段落前分页，以前有同学真的是在这个地方修改，可是这个地方的修改呢，它只会控制一段，在这个地方的修改，它会控制所有的标题一，所以我们是要教你提升工作效率嘛，当然是要设定，当然是要以统一性的设定。你不能说这个段落做那个段落前分页，另外一个标题一段落我不做段落前分页啊。所以记住哦，当我们今天要做统一样式设定，一定是用常用样式，针对标题一滑鼠右键修改。好，一常用，二用右键点选标题一，三点选修改，然后接下来点选格式，格式里面的段落。好，然后第六个动作点选分页，分页第七个动作点选段落前分页，然后再点选什么？确定。然后确定，好，那就请你们现在动手来玩一下咯，让我们很顺利的去完成标题一段落前分页。